我的梦想就是在乐队里面唱歌，想往播客方向发展，办一场就是属于自己的演。其实我想是想唱 rap， 当唱跳歌手。很努力的准备自己的才艺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闪光点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想不到，当然想。哇哦，停电了！哇，对一个团来讲，整齐真的很重要。哇，这个真的有点。这几个问题都蛮现实的，我觉得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有伴奏会绝对比没有伴奏好。你反映出来就是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做男团的一员。来真的吗？标准永远是在的。唱好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要做到的事情。一般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你就唱啊好啊。我觉得第一是能力，第二是身材。给你手手背，那放上点，放上点，放上来。啊，好，行，我害怕了，已经有点。跳棋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要做到的事情。停，看起来好紧绷。这个45度，再一次哦。应该是个放松的状态下来，然后抓住。这是 point。创作是我们成为音乐人要做到的事情。如果真的是你写，真的是你想表达的内心的一些想法，有没有编曲？你都应该 let's do it， 对吗？团结是我们成为男团要做到的事情。这样，这样拉回来，这样，然后再。没有人能达到完完全全的优秀，要不断的学习进步嘛。来，跟我练这个。叭叭叭叭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去练习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是，那再来一遍吧。努力去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，每天打扰多少遍就想去把它跳得多好。努力是能看到结果，攒着你心目中的那个支撑你的点，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。不想让在我的整个青春里留下这个遗憾。